大家好，我是翁蹦。那本部片来更新一下我们饼干们的万圣节 bingo。那这个雾里看花，这个是狗狗图案哦。那先前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哑铃图案嘛，然后还有帽子图案，然后还有蘑菇图案。那这一次的话是第四个的这个狗狗图案。那特别感谢我们工会的大佬少爷城堡，还有提供相关的图哦，就他已经先解出来了，那特别感谢他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赶紧的直接来把它这个稍微来解一下哦。那目前的话，这个是15个，所以要赶紧把它盖起来哦。8个、9个、10个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那再来这边，这边来稍微移动一下哦。好，然后再来倒数2个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完成了这个狗狗图案了吼。那我们这边来领一下奖励。那剩下的话，这个就是完成了5条 bingo 嘛，然后还有拼出所谓的南瓜图案跟骷髅图案。那我们之后的话再来做更新吼，就是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总共4个图案了。好啦，那相关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那我是翁蹦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